我先承认我可能是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跟你好不好？五四三二一，但我觉得你还是要很感谢有他存在，不然你就是最怪的。好，那你觉得他跟你谁比较适合？这是谁出的题目啊？每周二下午4点，Hello， 我是格格，我们线上见。